人写作山高水深，世上的人被追问想要怎样一生，未免过分，要每人都能拥有回。来老铁啊，泼完之后咱就得造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，不吃龙虾牙疼，小虾米搂它。来老铁，油泼大龙虾，我就爱听吃辣吃辣的声音，给我上油上。哎呦我，好，哎呦我，这全冒烟啊，这啥情况啊？完了，老铁们，鸡排搂它。哎，哎呦我去，不吃龙虾牙疼，吃了龙虾牙真不疼啊。老铁们，双击扣发，随扣随发，开虾。好热啊。不吃龙虾牙疼，继续大龙虾。老铁，不吃龙虾牙疼啊！咱们挑战极限啊，必须得吃龙虾拍眼。哎呦我去！大家伙，就是热。不吃龙虾牙疼，吃点虾脑啊，软乎的，要不牙受不了啊，牙硬啊。哎呦！那就乘风破浪，没有谁能阻挡，勇敢奔跑去要去的地方，就算折断翅膀勇敢的翱翔，别放弃，这样人生才漂亮。澳龙就得一口一口的吃，有馋的一起来啊。